错。好，杨经理，这个空档队友做给他赢了三分球。前三节一分未得，还在找手感，最末节连砍两颗三分球，今年度新赛季终于开张了。再回给林书豪，快速轮转，杨经理这一次出手就很有信心的第二个三分球。球星杨敬敏今年六月被曝婚外情丑闻，暂时告别球场，同时遭到 Plus League 禁赛15场。不过东亚超级联赛不受规范，球队停薪两个月后同意提早归队。杨敬敏替补上阵，15分钟缴出7分2篮板，新北国王以5分差击退马尼拉电器。感觉确实还是有点生疏了，整个自己的状态可能在还要需要再去做更多的调整。但还是很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嘛，其实自己也没有想太多了。比较专注在球场上，因为毕竟今天是回到球场第一天，然后也是第一场比赛。提早在东超出赛，球迷评价两极，不过一出场欢呼声还是很大。老将复出，新北国王以完全体姿态收下2连胜。大家对你的评论、认真看法等等，这个都是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承受的，这是免不了。是我们都会犯罪啊、我觉得每个人都是deserve 一个 second chance。 林书豪首度在正式比赛与杨敬敏合作搭档，称赞对方是很好的球员，而杨敬敏并未对家庭状况多做说明，只希望平息舆论，在球场上证明自己。三立新闻徐兆伟。